咋了？加油！这是什么姿势？那个，我要跟韩可来情侣健身，完全没有接触过。我们两个有一个优势，就是身高差。啊，我觉得你真的挺高，我觉得这个年纪这么高也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挑战自己。Are you ready? Hold up.Ready, let's go.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，等会儿先让我进入你的胯下。二三，哎，哇，好帅啊！核心收紧。我操！这干什么？这干什么？你还想借机干什么？这是哎，不是。今天这个动作，稍微往后倾一倾，对，一、二、蹲。我就坐不到地上，我就屁股太小了。啊，一二三七，太远了，离得我觉得。一二三七，哦，哇，对于五四，对，再来一二三，快行，起。往这边，哎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是是是，对，但是要腿要伸直，尽量。一二三，可以，腿伸直哦。对，很好，一二三。我自己行，下一个动作是这样的。我靠！你摸哪儿啊，大哥？都黑压压的一片，黑压压，黑压压的一片，那是多茂密呀！那是，对我做俯卧撑，你仰卧起坐，来这样，这样式的啊，这都啥呀？这都是没意思。说平时不健身，两个人在家里。玩点这样的游戏，之后还可以诱发更大的有氧活动。啊，这是一个前期激活训练。好的。我扶着你的膝盖。对啊，就同时嘛。你可以吗？对。一二三。咋了？没撑住。你行吗？我可以。你可以吗？不是啥呀？咋了？我可以。哦，男人对你不能说他不行，开始。太随意了，你都没有动力了，完了，没动力了。还有几个？两个。
七八九，没问题。十五四五四三二一，好，加油！二三，对对，不要用力，对对，加油！好，你打了三个。三个，好，两个，休息一下，再来一个，不要放弃是吧？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可以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鞠躬啊，啊，鞠躬。不是，那我们刚才做完这个呢，就是整体过程有些动作比较尴尬，然后做的时候也是感觉很甜蜜，比较吃力，说实话，甜蜜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甜蜜。你在燃烧卡路里的同时，还增进了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。对，你们两个做完这个运动还可以，然后就会再打一架，怎么练？刚才是打一架还是打一？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训练之前，你们两个互相交杯，来一杯，左旋右紧，谁的？是诺托兰德，诺托兰德左旋肉紧，能够让你快速进入运动状态，还可以帮助你加速燃烧脂肪，超性价比，一瓶顶三个月，拔解深层顽固脂肪，促进脂肪的燃烧，塑造完美体。行，今天挑战就是这样，我们明天再约吧。